现阶段的调查还不够证据去抓陈承之。不过工程已经加入了分判商，如果真想弄虚作假，层层分判有很多灰色地带捞钱。因为贪污导致家破人亡的例子多的是，为什么这些人还要走歪路赚快钱？因为他们不知道贪污的祸害。陈总，你的，宝哥。那你们决定好要换哪一款材料？虽然说我是大判，既然分判给了他，当然是他决定了。我还在等待报价，他们这两天会回复我。标书要求地台防水物料是1200块，我现在找的是800块以下。哇，差好几百，这次发达了。总之你谈妥就找我，我马上发出工程更改，以前批就进货，爽快点开工就分钱。哎呀，之前君和那工程啊，又是低价者得，没有油水。要不是我花钱收买的那个建筑师更动工程，今年就肯定泡汤了。哎呀，算了，过去了就不再提了。啊，这次的消防工程你判给三判做，这件事可不要出意外啊。放心吧，宝哥，又不是第一次跟你搭档赚钱，等着收钱吧。干得好，干杯。哎，干杯。哎，受这样印刷，你想我怎么样？大家都是这样子。什么大家都是这样？有汗水没薪水，你现在想怎样？什么叫有汗水没薪水啊？怎么了？还吵什么架呀？工期已经很短了。沙漠，你干什么呀？工钱又少又没有时间，质量也只能这样了。难道还跟你慢慢琢磨呀？神经病！我告诉你，我不干了。沙漠，我叫你管好他们，你还带头跟他们吵，怎么搞的？豪哥，不够人手又没有时间。他不是第一个投诉了，真的不能增加人手吗？你也知道这工程我们是第三判头，上层分派商揩油的那么深，再加人我就亏本了。把钱省下来不就能增加人手了？怎么省啊？我有个朋友做防液门的，材料是不太好，不过便宜很多。要不这样，留一成合格的门，其他的都换便宜货。你神经病啊！防烟门不合格，我会惹麻烦的。豪哥，工程来不及完成更麻烦啊。想想吧，先去干活吧。我相信你才让你做个三判，还有两个星期就要到期了，现在才来告诉我不够时间？我以为能摆平，但算一算还是不行啊，就算不睡觉还要多10天，吃一天赔偿15万呀，大哥，这账谁来承担啊？你啊还是我？我怎么承担呀？帮帮忙吧。你要我写一份延长工期文件没有问题，但你算清楚时间，我不想一拖再拖，我声誉很重要。行，两个星期一定行。你运气好，天都在帮你，上个星期刮了3天台风，我有足够理由让你延期3个礼拜。那你一定要给我完成工程费用的尾期，我会叫发展商付款给你，工程没完成的我都可以批准付款，但是你给我的那份钱要多加40%。啊，没问题，最要紧的是搞定。哎，豪哥，不好意思，阿达不小心烧着了。什么事？烧着什么了？行，先去忙吧。哦。
喂，方便说话吗？说吧，什么事？工程监督李 Sir 刚刚打电话给我，说房檐门完全不合规格。你知不知道什么事？啊，我不知道啊。这么大的事你都不知道？那个三盘是你找回来的？你要我办的事我都办好了，你那边是怎么了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你怎么搞的？啊，行，我马上找小豪问清楚。那李 Sir 有没有说会怎么样？我当然是先稳住他。你也知道那家伙不吃我们这一套，不是用钱就能摆平的。我跟你说，你马上把合规格的房檐门给我换上，千万别坏了我的事情。好，好的，好的，我尽快，我尽快。你要放聪明点，要是我死，你也一样没路走。你还一家大小呢。喂，小豪，你搞什么呀？我立即过来跟你谈。明哥，你们钻那么深，我又没钱，给他们几扇合格的房檐门去验，能混过去的。OK， 这批没问题。没有问题就好，之前都是误会嘛。那我还要回去开会，明天我会来检查其他的。检查其他？其他那些没有问题啊？你想检查多少？全部。是，说吧。明哥，大事不妙了。李瑟说明天要来检查所有的门。那你要是不摆平他，大家只能同归于尽。等等。哎，你跟孩子在去那边等我，快，我接个电话就过来。慢点，王先生，四张机票确认了，后天晚上澳门机场10:30登机，台湾的酒店都帮你订好了。后天晚上？我不是跟你说要尽快吗？港澳所有航班都满了，这一班已经是最早的一班。知道了。有汗水，无薪水；有汗水，无薪水；有汗水，无薪水；有汗水。无薪水！哎，快看，有车来了！把钱还我们！还我们钱！我们要薪水！快把钱给我们！听到没有？把钱给我们！你知不知道？我们要薪水！听到没有？喂，别走啊！给我们薪水！喂喂，别走！喂，别走！房檐门只有昨天检查的那几扇是合格的，二判王启明和三判张炳豪全都失踪了，一定是心里有鬼，落跑了。行，你把所有资料交给我，我会处理。外面的工人说，再不发薪水就把事情闹大了。给我们工钱，还钱！发薪水的事我会跟项目经理谈，工钱的事嘛，可以解决的。你做好自己的分内事就行，不可以影响发展商的声誉。我会先瞒着他们。不是吧，陈先生？工地发生这样的事，瞒不下去的。廉政公署，我们这边搞定，访谈处的同事也马上接手做案后预防的工作，向发展商和承建商提供了很多防贪的意见。越早把贪污的漏洞堵住，当然越好。林 Sir， 谢谢你，很高兴可以和你合作。我真是想不通，都知道一定没有好下场，为什么那些人还要继续贪污？侥幸心态，好多人总以为自己会比其他人好运，抓到他不代表会抓到我。不过他们不知道真正的好运是什么。那真正的好运是什么呢？就是及早惊醒，不要走错第一步。